啊，世间人从科学上去看，我们从佛法里面来观察。啊，从科学上来看也很头痛，这个事情很难解决，啊，无法解决。啊，科技的发达必然产生公害，必然造成环境的染污。啊，现在南北极的透氧层都破了个洞。所以想到我们中国古时候女娲炼石补天呢，真有其事了。以前认为神话，现在看这个样子确实是如此啊。要恢复到我们正常啊清净的一个环境啊，舒适的家园，根本的改造是心理改造。佛给我们说，心清净环境就清净了，境随心转啊，这才是从根本上对治。世间人所想的是知末上的问题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没有法子解决。但是世间人又不相信佛法，这就是所讲的共业了，这无可奈何了。他不相信啊，有方法他不接受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肯应用。啊，他要相信他们那一套的方法。那一套方法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会把这个问题越来越麻烦，啊，搞得越来越糟。我们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处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佛给我们讲，这是共业所感。幸好啊，共业里面还有不共业，还有别业。所以个人认真好好的修学，在这个无著卧室的境界里面，我们还是能够生活得下去，还是有前途。但是修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掌握到原则。修的什么？修得清净心，这个是永远不能变更的。我们今天读经，我们念佛、礼佛，求什么？只求心清净，只求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妄想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分别执着妄想就是业障，就是罪障啊！由这个东西去现行，还有我的业障现行了。怎么就消业障呢？好，念经念佛，念经念佛了，就不胡思乱想了。暂时就没有分别执着了。所以你恭恭敬敬念一卷经，念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啊，业障消除了；念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业障消除；不念呢，不念业障又起现行了。所以要常念啊，常念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到不念的时候，业障也不起现行。这个就是功夫得力了。佛门里常讲，功夫得力，什么叫功夫得力？我不念佛不念经的时候，也没有妄想，也没有分别执着，到这个时候就功夫得力了，那么在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呢，叫做功夫成片，净土法门以外称为功夫得力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功夫啊，能够扶得住烦恼，烦恼并没有断，啊，有力量扶住它。如果不晓得这个原理，不是这样的修行，再修一辈子，妄想执着烦恼习气不能断，你所修习的通通是人天福报，有漏的福报，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所以功德一定是心地清净，正知正见，智慧增长，觉而不迷，这个就是功德了。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！无论是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持戒，这八万四千法门，方法门道不一样，方向目标啊，决定是相同的，是一致的，所以说法门平等。无有高下，每个法门都是达到心清净吧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方法，自自然然呢，就不会走岔路，不会步入歧途。那么这个相里面包括非常非常之广，此地只讲法门两个字，这个法门包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怎么来的，怎样形成的，都在这一个词包含尽了。法门无量无边，这个地方是讲的广义的，连世间法都在里面。宇宙人生怎么来的？它都有法则，都有门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怎么变现出来的？这是说法门太深了，理太深了，比如说大海大海还有枯寂的时候，法门无尽了。下面这个方是讲它的作用，既然现象有相，一定有作用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化学里面讲的氢氧化合水，水是氢氧化合物，它的相是液体流动的，那么它的作用我们饮料可以解渴，可以载舟，可以行船的，这是它有相就有作用。如果它相要变了，在零下几度的时候它结成冰了，冰我们不能解渴了，冰里头也不能行船了，相变了啊，作用也就变了，作用也就不一样了，但是要知道不管怎么变，不离本性呐，都是真如本性随缘在那里起的变化，我们凡夫不能控制这个缘，所以在一切境界里不自在。佛与大菩萨
明心见性之后啊，他对于这个因缘作用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所以他在境界里面得大自在，能够随心所欲的变化。这些事情我们在读经典里面，大小乘经典都说，欲界忉利天呢，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忉利天里面的这个生活可以随心变化了。随心所欲，在我们三界里面最殊胜的、最原备的，是欲界的第五天、第六天。第五天叫化乐天，乐是快乐，化是变化，想什么他自己可以变什么。第六天的福报更大，他想什么他自己不要变，第五天变化了送给他，供养他，他自己连变都不要变了。这个五天有神通啊，第六天打个妄想需要什么，第五天的人他就知道了，赶紧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送给他，供养给他，所以叫他化自在天，他更自在了，自己都不要变了，他是他人，别人变化了供养他，这个福报达到基础了。连我们欲界天尚且如此，何况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诸位念了弥陀经，念了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里面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样样都是真实的，绝对没有一句一个字是假设的，是推想的，那就错了，全是真实，这个我们呢要相信，就是自信启用啊，不可思议，我们今天呢是迷失了自信，所以这个作用非常非常的有限。如果要是觉悟了，自信开显了，那这个作用是无量无边。经文上说，翠碎尘刹而可塑，这也是比喻，把世界磨成微尘，把它磨打碎呀，碎成微尘，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阿罗汉的天眼才能看到，你看多小，像我们现在用高倍的这个显微镜里面才能看到的，把这个世界打碎像那么样的微尘，一粒一粒去塑，可以塑得进，这个世界不是讲我们一个地球，而是讲尽虚空里面所有一切星球都能塑得进啊，我们自信的现象所起的作用塑不进的啊，用无能测啊，不可以测量的广也啊，这三个字是形容自信的体相作用。这华严经体，整部的华严经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大放光。所以华严经给我们非常亲密，讲我们自己的本性，
本性所现的德相，以及现象起无量无边的作用。所以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自己本来面目。所以这个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亲切，无比的亲切。那么这是所证之法，谁能够证得呢？佛华严，力觉所觉，能万法之有随佛也。佛是能证之人，为佛能证呐。佛是谁呢？佛是自己。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佛看到我们本来成佛。为什么说你本来成佛呢？因为你具足大方广，具足大方广，那就是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可惜的是什么？现在是个迷惑颠倒的佛。那不是一个清醒的佛，是个迷惑颠倒的佛。虽有大方广，迷了大方广。我们讲迷悟，迷的什么？迷了大方广，也就是大方广就是自信，迷失了自信。说开悟，悟什么呢？悟大方广。所以说迷悟报二，迷是大方广，悟还是大方广。这迷悟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从这个引导这句话呢，这个意思逐渐就能体会了。力觉所觉，这才叫不迷了。这不迷很难呐。我们常讲凡夫不觉，二乘菩萨了，觉悟了。佛看二乘菩萨还是不觉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有能觉有所觉啊。有能觉与所觉，就是还没有觉。这个意思深呐，所以。正确的标准呢，就在此地。力觉所觉，必须能觉所觉，通通离掉。为什么呢？能所是二法。六祖在《坛经》上说：“二法不是佛法。”佛法就是觉，不是佛法就是不觉。二法是不觉啊。现代科学家也说掉这个道理啊，说我们这个宇宙啊是相对的啊，所以相对呢就是二法。二法见不到真如本性，从相对的这一边再建立一个绝对，绝对跟相对又是二法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
南迦所谓讲坐断念头，念头就是能跟所，这才能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啊。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有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可是我们听了的呢，本来无一物，跟本来有一物啊，又变成二法。本来无一物，在他口里讲没错的，我们嘴里讲不行，我们嘴讲二法。说的那个话，音调一样，写出字眼一点没错。他是觉，我们还是迷。原因在哪？没有入他的境界。所以诸位啊，要求觉，觉是自信，自信其用，必须要把觉所觉这个念头舍掉。那怎么舍法呢？实在讲，我们都不会呀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几个人到这个境界？实在是不多，极少数的人入了这个境界。这也就说明了，法门虽然平等，奈何我们不起机，我们修这个法门呢，入不进去始终啊躲在能所的两边。这样才能够体会到净土法门的殊胜殊胜在哪里？不必要舍利两边就可以成就。那么这是我们都有办法了，都有希望了。如果就这个标准呢，我们想想没希望，这一生做不到这净土法门讲待业往生，什么业？觉所觉，这就是业。不必离也行，也能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了阿弥陀佛，再离觉所觉。这个世界不是修行的好环境。我们换一个环境，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去。诸佛无尽的慈悲，不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入不了这个境界，十方恒沙诸佛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也差不多，绝大多数都没有办法入这个境界所以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慈悲方便，他建立了一个极乐世界，戒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到他那里去修学去，这了不起了。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最美好的修学环境，只要你肯去，他就来接引。你看这个多方便只要我们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，真正肯去，
那修学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所有一切忧虑牵挂统统放下，改过来，我只挂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牵挂了，这样的人就决定往生。这个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到啊。什么经提倡的？本经，就这本经提倡的，后头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就是这个经上提倡的。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下面说，奉福万恨，永耀众德花也。花是比喻，比喻真如本性的德能，万德万能。这个万是形容词，不是数目词。性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用这个字来形容，就好像这个花园，一个很大的花园，各种品种齐全，一样也没有缺少，这样美丽的一个大花园，荣耀众德，本性里面的德能都能够透露出来，像无量寿经上讲的开花显示真舍之际，真舍就是本性，显示就是此地讲的芙蓉之意，这是花。花也代表阴，正在修阴，还没有圆满果证，都用这个字来代表。所以他前面讲这是佛华严这是人也，能证之人也。后面细说它分开了，华严是比喻，在此地没有分开，没有分开，这个花就代表菩萨，虽然真没有圆满，佛呢是证了圆满的，所以花代表修因，佛代表真果，这个境界唯有佛菩萨才能够契入。华严，入华严境界的有41种人，除佛之外，菩萨有41种菩萨，这是讲圆教。圆教41种菩萨，从初住到等觉。十住10种，十行20种，十回向30种，再加上十地40种，再加一个等觉41种。41位法身大士入了华严境界，就是入大方广的这个境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圆初住以下了，是不得其门而入，入不进去的。圆初住以上才能入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华严境界，华严叫一真法界。故德告诉我们，
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是一真法界，是一真法界里面的中心，是一真法界里面的精华，是一真指一真的。要发生大事才有资格去啊！我们两丈阿弥陀佛本是释迦佛的威德加持，使我们凡夫也有分切入。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徒下下品往生，也入了一真法界里面的精华法界。这个不可思议，是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。你要相信了，决定可以做得到。生到西方世界，你一定遇到华严会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一到西方就跟他们见面了。这些人给你一见面呢，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福报太大了，太聪明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修了啊多少生多少劫才到那里去的呀，我们的没修的去了，去了是完全平等，他完全一样。佩服你啊，你聪明啊，我们好辛苦啊，好难得跑到这个地方，你怎么一下就来了？所以对你对我们念佛往生去那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跟大家讲的话的句句真实啊，他们要修到先修到华藏世界不容易啊，至少要修两个阿僧祇劫，修到这个地方再遇到普贤菩萨劝他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时间这么长，受多少的辛苦啊，我们短短几年就去了，这见面他怎么能不佩服呢？底下说，云自行得，势必设身，云是圆满。华严里面讲，都是讲圆满的数字，身十种身，普通在经论上讲啊，三身。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华严里面讲十身，后面会讲到。啊，圆自行得了，圆是圆满了，菩萨所修行的这个万德万能，庄严十身，这是言的意思。啊，观世玄妙啊。一成真光之才精行，这个精这一字常讲，此地不必细说了，常讲是观世常法，真光光是般若，真是真如本性，这一部经典就是如来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般若光明。总是其字为一部之宏纲，宏是宏大，这七个字是全经的大纲，全经的纲领，在无尽法门思过半夜，无尽法门是本经的内容，你要是知道这个纲领呢，这个经的内容大概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了，全经所说的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》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疏钞第二卷圆满了。那么今年农历年呢，我们还有一会，
就是下一次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过年了啊。那么这一边也要整理环境，大概要停一个星期啊。过了农历年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